莓奶霜蛋糕是橱窗里最热卖品项，母亲节就在周日，网络票选前三名母亲节礼物，除了冠军的彩妆保养类帮妈妈找回青春美丽，还有3C 产品最爱大萤幕手机高续航力，另外甜点也是妈妈们的心头好。甜点店内柜台订单多到不行，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取早就预定好的母亲节蛋糕。甜度适中，不会太甜啊，也不会说都吃起来没味道的。业者主打新鲜水果搭配鲜奶油，因为大批网友建议蛋糕减糖先摆第一，甜死人会被长辈嫌弃。芋泥口味最受青睐，要是喜欢满满仪式感，五星级饭店推出芭乐荔枝戚风蛋糕，上头用巧克力缎带点缀，华丽感十足。我会使用就海藻糖糖分，让它降低整个甜度，水果感觉那种味道拉出来。还有温泉酒店将梨山乌龙茶结合花果做成绵密慕斯，外观是紫色的巧克力镜面，同样也是微甜风味。更浮夸的这款侯爵夫人蛋糕，手工制作的华丽裙摆，高度26公分，讨论度破表。不止如此，还能靠星座来预测喜欢的蛋糕口味。土象星座最实际，偏好起司乳酪蛋糕；火象星座性格热情，选巧克力或水果蛋糕不会错。至于风象星座，跟着流行走，最喜欢尝鲜。送给水象星座中爱家的巨蟹座，最好是能老少咸宜。其实不管是什么蛋糕，还是心意最重要。记者林诗欣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人手一只手机居然也可以招好运，手机壳挑对颜色，选对待机画面，居然都可以招好运。就身边的人也有些人会换红色或黄色，会听说会比较招财，就可能放什么招财的猫咪，不然就是666或888之类的。手机随身携带，专家说有四大招可以招好运。第一，手机壳颜色很重要，选黄色带来财运，紫色增加工作运，另外红色和蓝色也很推荐。红色的热情积极的意向是求人缘，蓝色带有稳定流畅的氛围，是能吸引好的磁场聚集。待机画面也可以变成许愿图，像是放想住的豪宅或是想去的风景照，放桃子、橘子、葡萄等水果照片，果实象征财运，也能选择大把钞票放入钱包的图片来招财运。除可以放传统的黄金、金币、纸钞、砖等照片外，也可以放招财猫和各类财神的照片。通讯录人名加上愿望也是好方法，例如在妈妈前面加上身体健康或是爱我的老公，常联络就更有效。密码设定加入幸运数字，像是15代表不辛苦就能赚钱，24表示财运第一，31则是提升工作收入。手机设定小配宝，学起来好运跟着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研发出一种针对胰脏癌的 mRNA 疫苗，有半数的受试者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免疫反应，在接下来18个月的追踪期内，癌症没有复发，而没有免疫反应的人则是会在癌症手术过后大约13个月左右胰脏癌复发。研究的受试者只有16个人都是白人，他们除了接种疫苗之外，也有接受化疗和药物治疗。专家指出，病患在切除肿瘤之后大约9周就可以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来接种这款疫苗。